换防，比斯利单防怪了，是不是？热伦自己来，哇、哦，好球！热伦第四个三分，有更多的观赛体验是。而且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把我们整个联赛的文化去进行更好的一个推广。对，推广。你像这个呢，这个冠军这星星呢是这种传承，哎，也是推广。那么率先获得球权的是今天身穿黑色队服的广东队，我们现在提一个下掩护。UCLA 空切呢，在本赛季换防了，多换防。外轮对比斯利，特步三分球，面对比斯利投中，虽然一个防两个，一个防两个，那么没有注意底线空切的人，王队的防守的层次感也很强。对，外轮转身，哦哟，回头望月啊，这是能钻，外轮能突啊。季伟呢也是拿下这一次篮板，速度。底角外线，底角去三分球，漂亮。我们看落到阵地以后，啊，郭艾伦自己突后撤三分，再见。郭艾伦第一节拿七分。那、我们看到郭艾伦真的是在本赛季把他的各项技能都进行了全面的提升。是。但就是脾气呢也比较大。接下来又是郭艾伦。啊，郭艾伦再攻进。刚才周鹏想申请挑战，但最后呢，杜锋还是没有选择去挑战这一次的球权。对，中程高位掩护，阿联协防，郭艾伦，我漂亮，郭艾伦真是能突。郭艾伦马上提前的布防，造了犯规。对，找感觉的上去找感觉，需要保护。保持健康的呢，就是好。最后的十秒钟，本场比赛广东队四次盖帽，怪轮靠一下，好球！领先的优势来到了十四分了。怪轮尝试一记三分球，好球！哎，江苏那会儿打的差的挺多的。是。小旭，再试一记。一定会是马上布鲁克斯以及比斯利的空中接力，巴斯好球，可以多去打一打比斯利这个点。对，其实比斯利你看的，他更多是看着他上比赛上比这一节马上效率上来了，对，单节得十一分，外轮强突。罚中一，我在场这些人呢都不错，啊，我能跟得上，我保持距离呢，我能控制你。怪伦靠开，换防，比斯利单防怪伦，是不是？怪伦自己来，哇、哦，好球！怪伦第四个三分，这球呢把比斯利的身位是完全晃开了，是，继续夹击洪明轩，失误。怪伦一打二，外分。中程，中程，中程拼，拼真拼。前场三打二，再给巴斯，好球！就暂停了，就暂停了，就暂停了。第四节明显广东有点松，连组对方的反击进攻。怪伦强突。篮板球，巴斯收下 来，再回给郭艾伦。嚯、哎！再出界，巴斯急中生智，找了郭艾伦。郭艾伦今天表示了不会去更换外援。我觉得没必要更换。对，大韩，大韩不在，但巴斯和这个哈德森的这个组合是没问题的。对。我也想指导，特意。哎，又断一个。怪伦，漂亮。国内当中目前打反击这种终结进攻一条龙啊，最出色的球员。对，我个人认为。长相是一回事，你敢不敢打？对，还是另外一回事。最终这场比赛呢，广东队是107比94，在主场是
大胜这边的辽宁，那么同样也是报本赛季的一箭之仇了，因为在之前客场的时候，广东队是103-106，最终是输给了辽宁。那场比赛呢，易建联没有打，当然这两边呢今天都有伤兵的缺阵。